种的学习的来的上重要的，就是在人群中啊，咱会当合群立众，这是上重要。你那是控告啦，或者是骄傲、装模作样啊，这种的人自高自大，这种的人呢，实在是无法度同我个人合群。所以呢，咱爱真小心哦。那厌倦自用就是真欢型啊，骄傲这种的人哦，除了控告以外，搁再是骄傲，做代志呢真霸道吼、哦，这叫做厌倦自用，或者是呢不好低顿吼、哦，那就是因为家己的心真容易冲动，看到人做什么代志啊，不顺眼呢，他真紧啊，就伫迄个内心压制未掉，马上发脾气，唔只是发脾气啊，那辛苦呢，都起着动作，安尼呢，爱冤家啦、摔物件啦、等等呢，这种。内心的这个怒气啦，伊压制未掉，真紧就冲怒，迄、那个形态呢，叫做发火低顿吼，真、哦、呢，就是心内一点啊无欢喜啊，就马上出来，伫人群中啊，就会互人感觉到真不安呐、啊、吼、哦，那或者是呢，不识人情。自是非他，唔捌人情世故啦。咱爱怎样做人啊？咱爱捌人，那真侪代志呢，咱都爱去了解分析人事物啦。伫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啊，这个情啊。咱爱会晓分开清楚，有的呢是人情啊、感情啊、等等，或者是同情啊，这拢总是情。偌侪种的人，咱爱对伊付出了人情，咱爱感受到这个人情。父母给咱的恩情，师长教育咱的恩情，大地众生提供给咱的生活众生的恩情，还有另外呢，就是感情，感情就真复杂咯，吼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知影。在这个人跟人的中间啊，人情世故呢，咱应该爱了解吼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大项都是真冲动，除了呢控告自大以外呢，压制未着家己的性质，常常真正的冲动啊，所以迄个心啊，对这个人情世故，拢无伫咧。分别，所以呢，不识人情啦。咱学佛啊，捌人情，这是足重要的。因为咱伫这个空间，人甲人的中间啦，所以呢，袂用的唔捌人情吼。所以，那会当捌人情啦，自然呢，袂讲吼啊，欢喜啊，动。啦，都袂咯吼。那所以，这个不识人情，多数拢是自是非他。啊，要搁讲什么情啊？我上对啊！啊，要搁讲什么情啊？来啊，来伦理啊，来讲法啦、啊。但是呢，他就是无讲情，安尼都袂用的哦。那不管是属理啊。爱通用哦，当然啦，法是真重要，但是呢，咱爱用在人间
中啊，所以情理法啦吼，一定爱运用。那所以有这种呢，自是非他，希望孝行吼，啊，这个孝行呢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孝行就是虚的啦，一种在什么款的环境中呢？那多好呢？别人有什么款的代志发生啊？咱躲过一劫吼，真呢就是啊，侥幸吼。在这种呢有变故，有什么代志，不是呢真踏实安尼一路顺势过来，不是啦吼。那个有一项呢，有个人讲啊，侥幸贪得失了，意思呢？就是讲无正当的，你不得手段去赚钱，不得手段去做，互你赚真侪钱啦。其实呢，这是一项失德的代志。另外一种是安尼的解释，所以呢，希望侥幸吼，就是啊，唔是正当的，但是呢，伊得到。如是定罪啊，今世忏悔，意思就是咱爱好好塑修自己啦，用咱的真才实地啦吼，那走入人群中啊，这就是咱爱好好持戒吼，咱若有戒有德啦，这些物件都拢无啦，咱那是呢犯戒失德啦。自然的，这些物件都浮现出来，在咱的心啊，在咱的行为里，所以咱来时时用心嘛吼。再来个讲吼，是临在无恙啊，不染不剃啊，堕入高就啊，欺公主啊，哦，真的。也是现在的人，咱会定定看到哦，临在无恙，真的也就是平常时伫咧甲人做代志的时，啊，大家人合合起来，共同为一项代志伫咧认真打拼。以现在的企业来讲啦，有的人呢，感觉到讲。现在社会所需要是什么？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度，就招真多人啦，啊，集思广益呀，用大家人的知识来讨论要安怎样呢？开辟了一番的事业，大家人都来合股吼，哦，开始认真啊，打拼，哇，这个事业呢？真成功啦！开始呢，迄种开头啊，大家人呢合心努力啊，这个物件用咱的知识，用咱的才华，用咱的打拼成功起来，真呢，一过程中啊，已经呢变成了一个真大。那在这中间。开始啦，那伫咧赚钱的时阵呢，愈来啊愈想要占有，所以呢，临在不让，真啦，一旦拢我来赚就对啊啦，真无想要搁再分乎别人，那安尼呢，这种的临在不让啊，是利吼，那么这地啦就分掉去。所以啊，见财心窍，这种有的人呢，看到钱啊，本来是真善良啊，本来呢是帮助人伫咧保护啊，所以呢，看了真多了后呢，也变成了讲，我这么真辛苦，干那伫这个所在做守财奴，我付出遐尼多，我哪会介安尼伫咧分？亲像这种的心态啦，一起来一起。